你知道姐姐在干嘛吗？姐姐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呢，你去问她吧。我在干嘛呢？我就是在准备我的25岁生日派对的邀请函。首先呢，将会踏入我的25岁了，我觉得是人生一个新的阶段，所以今年我要举办一个生日会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非常的隆重，我想要邀请世界各地50位的渔民，我的歌迷一起来参加，所以大家准备留意你们的邮箱，看你们会不会被抽中来参加吧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大家必须要穿得非常的缤纷，因为我想要过一个缤纷的生日。我还为你们准备了你们的帽子，放在你们的头上。啊啊啊啊！拜拜。对，就是帽子。喂，姐姐，其实你知道我是小熊维尼，不是蜡笔小新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真不知道小熊维尼是什么声音。